OK。稍微近了点，我可以稍微远点，稍等一下。OK， 各位优秀的老大们，大家当下好，非常好，稍等一下。OK， 各位优秀的老大们，大家当下好。今天又过了一天了，这个其实我每天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OK， 稍等一下啊。OK， 维护好能量场。所以能量场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神奇的话题。这个，今天的话，这个其实经历的今天经历的事情其实很多。我今天把这个标题啊标成叫空。什么叫空呢？叫做这个，我先给这个人人美啊，这个人美美老大，我这讲两句。如果你感觉你的这个角度，你这个每次分享的角度有问题的情况下，你可以不断的进行调试，叫干中优化，对不对？所以每次我也是在不断的调试角度，其实很简单，我只是放了一个，后面放了一个杯子而已，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今天我很感慨，今天我非常非常感慨，感慨的点比较多，我直接给大家扔一个深水炸弹给大家听，好不好？就是说直接就是深水炸弹，就是说，其实今天我看着细节，看着这个看着人静。在成都的大街上进行啊，这个就是跑市场。其实我内心很感慨，生活很残酷，我没有办法。我给大家叙述一下，其实今天我现在状态是很一般的。为啥呢？是因为我今天跟我的兄弟们啊，这个聊天聊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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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试图一直让我自己的情绪给平复下来，但始终很难得到平复。啥呢？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我这个我有一个兄弟，这个国家的政策啊，稍微一调整。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叫100%成果体系，然后第二点赚大钱靠股权，然后第三点人性追求公平。我给大家分享三个主题听 ，OK。第一点叫做这个100%的成果体系，我把这个微信关了。哇，今天每次先把微信要关掉。稍等一下，我只能关微信。OK。100%的成果体系吧，就是说这个，其实大家要取得成果，我当年就坐在这个位置上，我把这个100%的成果体系把它给编了出来，把它给创作了出来。所有的100%的成果体系叫100%的 A 等于。100%的这个成，我今天状态不是很好，大家不要介意啊。这个今天有很多的这个经历了很多事情，叫100%的成果体系。100%的成果体系等于100%的 A 加100%的 B 加100%的 C 啊，等于100%的成果。100%的 A 叫做 action， 叫大量的行动，一定要采取很多的行动。现实生活很残酷，必须要逼迫我们自己去采取行动。现在就是说，不论这个明轩也好，还有这个谁，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谁，这个人周也好。认识人人粥，人人脑袋里一锅粥，所以我这是一个，我希望啊，这样的语言能够刺激到这个啊周老大，是因为周老大上次在跟我分享了一个半小时，就是说这就是人性。其实我们讲来讲去讲的全是人性，人性有的时候站在舞台上很想表达，很想讲很多很多很多，但就是讲不清楚。所以我在东莞的时候，我跟周老大讲，我说你身上的命脉点在于精短。很讲得很精，同时很短，是因为人性是我们想表达。有的时候我也容易犯这个毛病，所以我第一时间就能看到这个周老大身上的问题，叫精短。其实外在的世界没有别人，外在世界只有自己。其实当我讲给周老大听的时候，其实我讲给我自己听的。OK， 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就是真正的背后的秘诀。其实我们从外在别人身上，我们能看到，能映射到我们身上很多我们自身的不足。OK， 所以的话，这个100%成果体系叫100%的 A。100%成果体系等于100%的 A 加100%的 B， 加100%的 C 等于100%的成果体系。OK， 我今天其实很辛苦，今天就是说这个，其实跑了，就是这个很多地方，然后这个早晨我大概7点钟起的床，7点钟起的床的情况下，这个有一个师兄啊给我打电话，
就在直播，他说直播怎么用到老大，这个怎么搞的。另外情况下这个我结论是我一通电话帮他省了122万，然后他说老大我们下步怎么搞，我说少林寺峰回见。是因为啥呢，是因为他说我要先花一个22万成为22万成为一个弟子。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呢，这个我说你有神经病。他教什么，他教这个，他是徐鹤宁的股东，他教这个成功学跟这个。我说你的营销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我之前给了他一套资料，然后他说这个完全是皮毛啊，就是说他一年赚很多钱，就是说这赚大概反正1000万啊，这个500万到1000万之间吧，就这么个样子。然后这个搞培训的，他说我很痛苦。其实人生传奇导图，人生不论做任何事情，第一点就是回避痛苦，第二追求幸福。他说我个人赚了很多钱，但是在情况下这个我们搞倒闭了很多企业，因为很多企业卖了房子，很多成功学都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卖了房子卖了车子，把钱交给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别人的结果，所以别人很多人都这个破产了，所以导致了我们很痛苦。教成功学跟这个演讲的一些内容，所以他这个内心很痛苦，非常非常痛苦。所以的话，这个他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积累了很多的负的能量。因为你把别人的钱，这就是中国目前可以说99.99%甚至100%中国培训行业的这种结果，就是先我后你结果思维。就是说这个我把别人钱收了，我一年赚了这个那赚了这个500万，或者1000万。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别人的结果，导致别人的钱交给我之后，别人的资金链断了之后，别人就破产。所以他无比的痛苦，他已经找了我好几次了。这一次要花122万，先花一个22万买一个弟子，然后再花100万搞一个什么系统。所以我说这个事你就算了吧，我告诉你怎么做，免费的可以吗？他说行了，这样不行。我说超高价不定价，他随心意吧。超高价不定价绝对是一个非常牛逼的战略。超高价不定价是因为超高价不定价所有的一切的背后来源来自什么地方？来自于当时我在微信群给所有人分享，第一天我在微信群分享了500天，跟所有人创立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当我所有人分享的时候，这个就是说这个，因为刚开始免费，人性无法拒，很多人都很贪婪，所以就哒哒哒哒哒，所有人都过来。但是我感觉我刚开始500天前，甚至600天、550天前，我控制不了那么大的群，都是免费的，人们都是被吸引过来。但是情况下。我控制不了那场，我就说你们就随便打一个随心意红包来一个吧，就是随便来一个。有人付了这个1块钱，还是1毛钱，还是一分，付了很低的钱，从这个1分钱一直付到这个1毛，是1块，3块3、8、38.8，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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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付了13万给我，就是这么大的差距。所以为什么是因为从人生中有三种关系，跟营销中、商业模式中、股权中一样，弱中强的关系。前期因为客户根本都不了解我们，我们必须要保证到这个客户能够不断的了解我们，所以我们来一个超高价不定价。只要他真正有需求，超高价不定价可以让你的这个成交率接近于100%。为啥？是因为对方如果只能付出非常小的金额，但是你要求很大的金额，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的话，超高价不定价可以在前端进行抓钱的时候，将弱关系变成中关系的这个提升率可以提升到这个99.99%以上。如果你正在听，我希望听得懂，超高价不定价是用在这个弱关系到中关系的 ，OK 好吗？所以的话，这个这个其实不是我想讲的，我也经常讲跑题，因为讲的全是原创内容。然后第二点，100%成果体系，100%的 A。百分之的成果等于100%A加100%B加100%C等于100%的成果体系，讲了几分钟？讲了 OK 十分钟了，这个非常好。所有人想取得成果，必须要具备第一点 action A B C， 100%的 A B C， 100%的 A action 行动，100%B 三合一闭环图，营销、商业加股权的一个完美的闭环图叫三合一。OK， 三合一闭环图，100%C confident， 很多人相信或者信任成交所有环节里边最重要的一环，相信。是一种人格魅力，是一种天生的魅力。很多人他不相信，就说这个今天有一个哥们儿在跑市场，他说有人不相信20万公里真的可以做到。我说专利 OK， 你先把那个听完再说。其实你的任务不是让他相信不相信，你的任务的目标聚焦点就是把他的微信拿到拉到群里面，你的任务就搞定了。这是很多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建议所有老大们一定是这个把吕老大的分享第一节第二第三节听完之后，一句话两句话三句话听完之后，微信二维码拉到群里边，你的任务就结束了。
所以的话，这个很多人问一些非常私人定的问题，我认为他很多人没有。我为大家再重复的讲一遍，一定要听廖达讲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那已经是非常经典，你只要听完之后就可以落地。所以的话，这个百分之百成果体系第一点送给大家 ，OK。然后这个，关于这个第二点，关于人性的公平啊，这个今天我新创了个内容叫这个深水炸弹，叫做“十钱十美分钱模式 ”，OK。我今天的状态一般般，所以今天我不做太过度的分享，我给大家讲这个，几个这个案例啊，就说这个叫啥呢？这个其实今天啊，就是说这个我曾经为大家分享过的案例，就是两个孩子，就是说这个两个孩子就是买雪糕的时候，他要一个吃一个，他也要吃一个，如果只买一个，这个孩子就拼命的哭啊。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跟我表弟家的孩子没在一起的时候，买礼物的时候一定要一人有一份，而且得一模一样，这就是人孩子都追求公平。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是说，这个今天我在车上时，我们家孩子还有我们家人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家人让到这个就是说这个让孩子不让玩，不能玩手机，你把手机给我放下，就是说你把手机啊，你把手机给我放下。孩子第一反应说，你凭什么玩手机，你不让我玩。所以当我们家长把手机放下的时候，孩子主动就把手机放下。这就是人性，人性，孩子的潜意识。其实孩子他是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就是说三四岁的孩子他们懂什么，他们什么都不懂。所以情况下，这个当家长这个就是说要求你把手机给我放下，孩子说你为什么不把手机放下，这就是人性追求公平。别看孩子那么小，人性，其实我们经常讲人性，人性乃人之天性，人之本性，人性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啊，都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生存着。所以的话，这个这是第二个案例，关于人性追求公平。我今天创立的这个十全十美分钱模式，其实就是完全基于人性的公平的法则。看我一会儿的整体的状态和感觉，如果状态非常好，我给大家简单的多深入一句 ，OK。然后这个第三个点，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家庭，对不对？然后这个我尤其是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有三个姊妹，甚至四个，甚至五个姊妹。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这个生病住院的时候，这个因为最近我们家里有好多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啊，就因为这正好是姊妹之间相互的这个啊跟争吵，多少意思吧？就是说这个啊这个其实应该有五个姊妹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啊，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每人照顾十天啊，这十天啊这个在医院的时候你照顾。下十天你照顾，下一个十天你照顾，再就是每十天一循环，然后所有的费用在医院的费用的情况下，或者老人百年以后的所有这些整体的费用，打个比方花了30万，五个姊妹每人6万块，这是人性追求公平，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会遇见这样的问题。然后比如说百年以后，这个家里的所有的资产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钱物啊、资产了、啊、房产了、啊，一人一份。这就是人性追求公平，但是啊，这个有很多，反正我们老家就当时我们中原我们老家是这样做的。我发现哎，西北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就是人性，人性不分中原，人性不分西北，人性不分广东，人性不分上，人性追求公平 ，all of China, all of the world, 人性是一样的。所以我给大家讲了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第三个案例，无非就给大家讲人性追求公平 ，OK。所以的话，这个人性追求公平，讲到此处，我很想多讲两句关于人性的对等思维，人性的等值思维。当时我们做了很多策划，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你这个充一万啊，给1万块钱卡，送1万块钱赠品，这完全利用了人的潜意识。潜意识就是说，哎，等值的仅限7天，这是稀缺性，打一搞人就充值了，这是人性的等值思维，人性的这个追求公平的思维啊。我今天创了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十全十美分钱模式。的背后的逻辑是人性追求公平。我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在看啊，我的分享，不过无所谓了。其实十全十美，所谓的创新就来自于不同的组合。十全十美分钱模式，十全十美是当时我发红包的时候，我标题写上十全十美。OK， 这个首先的话，这个非常感谢屌神创造的这个中国红包教学法，好吧？所以说这个非常神奇，然后向屌神致敬。OK。说这个什么红包测人性啊，红包教学啊，甚至今天的话，我看这个人人周他也在收钱，甚至晚上他们还在收钱。其实你收的钱全是你的 ，OK。所以的话，这个因为我们生活，我们要用 cash， 我们要用现金，
我们要用 money，所以的话，这个成交乃天下第一绝活。我在练人形，所有的老大们，他们必须要具备成交的能力，是因为，如果不成交，等于不自信，不成交是不自信的表现。成交之后，你的信心会得到极度的倍增。然后到这个，我发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因为啥？完全是因为状态。我每次分享之前，我都会把自己收拾的，这个洗脸刷牙啊，这个收拾的一表人才，两套西装，三个项目的，人是一种状态。人是一种状态的产物。我曾经给大家昨天分享叫人的双海市场，在其实，在这个河南的时候，中原的时候，我状态很差，是因为我是我们班的30名，全校的300名，所以根本就轮不到我，所以我的状态很差。青海之后，瞬间成为第一名，状态就很好。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第一点是因为状态，OK？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因为状态。第一，第二点，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信心，很多人缺状态、缺信心、缺能量。曾经我有一段时间，我见了很多人，他们亏了30万，甚至360万，甚至更多的钱，甚至我的一个股东，他的弟弟亏了180万，从此个人状态一蹶不振。其实，这个就是说，第一点，我给大家分享成果体系；第二点，叫百分之百的状态。其实当很久以前，这个当很久很久以前，我悟明白一个道理是：如果每天我的状态都是100%全力以赴，100%的比较 OK 的状态，我的人生注定是100%的结果。叫100%的状态将决定100%的结果。一定成功学其实解决状态的问题，但是成功学没有解决战术的问题。OK，比如说这个前端免费啊，这个黑板免费，后端这个白板收费。其实，我认为成功学解决了很多人的状态问题，但是状态是飞机飞起来之后，但是飞机没法落地，它没有办法很多的战术，没有办法进行落地。所以这个 OK，非常非常神奇啊！我给大家讲了第一个百分之百成果体系，人性追求公平，这个另外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百分之百的状态，还有这个十全十美的分钱，所谓的创新啊，这个我每次都写，基本上写几个标题啊，我就开始进行简单的分享。然后这个是啥呢？这个啥呢？I'm thinking。这个老我们作为老大，第一，老大一定要具备这个用笔思考的能力。我们老大第二点一定要用嘴思考能力。第三，用心思考。其实的话，我给大家再扔另外一个，所谓的创新啊，深水炸弹，创新就是不同的组合。但创新有一个环境是你必须要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下才能进行创新，而且人在极其放松的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人才能够这个进行创新。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创造能力、创新的能力，是因为他们的压力很大。然后这个今天我跟这个我的哥们儿就聊了很久。然后呢，这个我下面给大家分享几个主题，叫人生三维：赚大钱靠股权的真实的真相是什么个真相？然后第三个点，关于真正的赚钱，OK，真正的赚钱叫 EN 模式，OK，人生三维叫思维定行为，行为定作为。其实我给大家讲几个案例，我大概在这个十几年前，我在这个在西宁市的城南区进行这个城南工厂进行上班的时候，然后这个大概十几年前吧，2004年12年前，然后就那个围墙都是我建的，大概花了好，那围墙花了500-600万吧。我前段时间大概一个月以前吧，在我们搞广东峰会之前，我专门还跑了一趟那当时的工厂，我去了一趟，两个工厂我都去了，我一个是干财务经理，我一个在财务经理、财务总监，一个是干这个翻译，就在对面，我全都过去了。工厂12台设备，1亿2000万。10台设备全部停工，没有销售，没有订单，成交乃天下第一绝活。别人的鱼塘抓浅成交，追销自己的鱼塘，然后市场进入商业模式成交，然后这个标准化，然后市场退出。成交乃天下第一，没有订单呢？没有订单，人们的工资，其实我看着我当年的兄弟都在我朋友圈，看我当年看着我的兄弟们。看着我很多，甚至我的老大啊，我老大文化的潜意识在脑子里边，是我的老大影响了我。OK， 所以的话，这个 OK 已经11:10了，我尽可能稍微快点。然后我看着我的老大，就是说这个2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就是说是因为人的思维12年都没有变化。所以的话，这个古人讲这个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说这个我们必须得有一些长远的这个规划，而且现在尤其是产能过剩的年代。很多产品思维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今天我碰见另外一个哥们儿，然后呢，这个做这个煤炭行业的失业了。然后这个其实的话，这个我们真的，我不知道面前那个你谁在听啊？
我们真的不应该打工，我们应该去创业。为什么？是因为创业有非常好的创业思路，有轻资产的创业的思维。但是的话，这个叫我昨天晚上大家分享叫重资产的 SB 啊，这个痛哭思维，对不对？重资产太重，5亿2000万，发工资每个月都得发好几百万的工资给员工，所以不痛苦吗？非常非常痛苦。说到这个，今天一个做煤炭行业的就是说这个歇业了，说咋了？他说国家什么产业政策变了，反正就是也是没有订单了，没有销售了，没有订单了，没有销售，没有成交了，没有订单了，所以的话就歇业了。然后还好。很多时候我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句话看老师讲过，这句话吕老大也讲过，所以到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他说幸好大家刚好碰见你了，然后我们都是兄弟，他说怎么，我说刚好我们到这个我们聚焦中的聚焦要去跑青海的很多的这种细分市场，我说我们一块跑，他说可以啊，没问题啊，然后刚好他也有车，无形中我零成本的情况下这个又整合了一个车过来， OK， 他的车比我的车还好，所以到这个哎太棒了， OK，所以的话基本上你看我又零成本的整合这个车，我们就可以共同的去跑这个，大家共同的梦想，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在青海区域之内有共同的梦想，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很多兄弟们一起在，其实今天我很感动，这个人是一种情感的这个动物， OK， 所以这个我看着所有的兄弟们在全中国进行这样做，就是前端抓钱这模式，三合一模式已经设计的非常完美，我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朝由心发，朝朝致命。前端大家不同的开发市场的情况下，我们终端我们的利润的一半是给大家的。后端的情况下，这个我们按这个店的这个进货贡献值的后端给大家也采用不同的这种分红给大家，所以模式设计的非常好。我认为大家必须要创业，必须要到社会上锻炼，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这种成交能力，自己的营销策划。其实我是对所有老板非常负责任，叫边学边赚边干。在干中进行体验，进行优化，然后这个因为只有干了，有很多人从来不去实践不去干，他们永远不知道其实我们的想法99%都不会发生，很多时候我们想到99%的这种负向能量的思维都不会落地，是因为想法跟现实中间差着一万米高空，所以的话这个一万米高空， OK， 所以的话这个另外这个就是这哥们失业了，这个明天我打电话，他开着车，我等着又免费搞了个司机，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开发市场，其实分点钱出去就 OK 了嘛，对不对？人性追求公平，分50对50就搞定了嘛，对不对？很简单的事情。然后呢，这个，然后第三个点，我一个哥们儿在这个青海第一大这个税务师事务所，然后吧是二把手，然后花了70万占了70万股 ，OK。然后这个今年国家税法，我认为很多信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跟别人一聊天，我们什么都很清楚 ，OK。稍微暂停1分钟，我喝口水好吗？OK， 所以的话我那个哥们儿是做这个税法，大概做财税这种全中国有30几万人，大概做300亿左右的市场份额，但是今年他们一个所的1/3这个业务量被压缩了，就是因为国家的一个政策，因为广东的人好像偷税漏税，然后青海省调整国家税法进行调整，让所有中小微企业税法上做了一个明文规定，中小微企业好像不需要税法，反正就是一些政策的一个调整，导致了他们事务所的话，这个把这个1/3的业务量今年都没了，拜拜了，没了。所以的话，这个由此我不得不说，就是说这个叫人生三维，我们的思维将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行为将我的这些兄弟们都是在青海已经生活了这个一直生活十几年，就是从我02年到青海14年，其实一直在一个地方，基本上没有动过，他的思维就只有这么大，思维定行为，行为定作为。格局定布局它只有这么大，然后我现在很痛苦啊，就是说这个非常非常痛苦，为啥？是因为整体国家面临着产能过剩，像做地毯的没订单，产品思维，对不对？然后这个煤炭的没订单，没有成交，然后呢这个人们基本上就3-4个月发不出工资，2个月发不出工资，然后就歇业了。OK， 国家的形势非常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第三个点叫税，其实我们聊完天，其实我心情很沉重，非常非常沉重。然后这个，然后第三个点就还有，尤其人是一种情感的，我还看着我的兄弟们全中国在那儿做，其实我对大家很残酷，也很残忍，没有办法，是因为我们如果不采用最先进的模式，不采用最轻的轻资产模式去运作，我们都会进入这种非常怪的、非常非常差的这种 OK。
状态里边，我不希望我人人行，我今天中午提炼概念叫做这个中国这个中国收钱教练 OK 中国这个我在训练大家收钱，钱都是你的，我不要，我希望你过得好 OK。 然后第三个点是这叫啥呢，叫做这个第三个点啊，这个哥们的做税法的这个一咔哧的300万油量没了，哇很神奇。然后呢他说哎呀我去年投了70几万占了70万股，然后这个今年行情居然这么差，哇吓死人了。所以第二个点赚大钱靠股权，我大家分享第二点叫赚大钱靠股权。其实赚大钱靠股权是表象，这是我提炼出来的概念，所以的话这就是来自于我生活的体验感。是因为我看到我干妈他们持有30几家企业赚钱很轻松，是因为叫概率，如果有20个项目有一个项目啪的凸起来了赚了2200万，但是他是分散化的投资，他每一单投1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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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贵雄啊据说是我最差的学生，一年做8800万，哒哒哒哒也是分散化投资。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树林哥啊，这个树林老大，这个他持有 N 家企业的股权，树林那个谁熊每年要打几万这个分红给他，所以的话这个他们赚大钱的人的思维都是叫小股东战略。从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你看我那哥们儿投了70万，在那个税法上，国家一个政策，他1/3的业务量没了，他的股票怎么明年更差？所以他的股票怎么才能涨？他怎么才能脱身呢？他说妈的我投了70万在这里边，市场空间越来越缩值。他说你是对的，所以人改变思维，我好早以前都跟他们分享，我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边，我分散化进行投资。其实我的思维在5个月6个月前已经开始变化，我将我的所有这种啊所有这个啊所有的这些事，就是说这个项目啊占了10%几，那个项目5%，这个项目3%，叫分散化的，是叫分散化你的风险 OK。 是因为的话这个是因为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你不分散，如果这个行业国家一个政策一调整，你就跟那拉煤炭一样，本来那个资质证20万或者30万，国家说2年以后取消了，这个不用了，瞬间20万没了。所以的话这个国家的政策将瞬间影响到一个行业。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我们必须要持有 N 家企业的原始股权，必须要分散我们的投资，分散我们人生的风险，才能保证我们人生的比较这种 OK。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由我们3年前那个决定来决定的，我们3年前那个思维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的思维还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注定我们3年后那个生活依然是我们思维一直不改变，我们3年后永远还是现有的生活。所以今天要听的一句话叫做这个，如果3年思维不改变，你这个人就死了 OK。 说到这个这句话是也是真的，好吗 ？OK， 所以的话，这个最后一个主题叫深水炸弹，给大家分享一下，叫做这个真正的赚钱啊，然后真正的赚钱是分钱 ，OK。其实真正的赚钱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对个人赚钱我没有太大的概念，为啥呢？是因为你细想一下，为什么你赚不到钱？你细想一下，其实都是乘以，就是赚钱乘以一。啥概念呢？很多人不论我那个哥们儿做税务咨询的，他就是一，他赚钱是叫我的三维世界观，我的三维世界就是人生中的三个我，全是来自于生活的提炼，叫第一叫小我，第二叫大我，第三叫无我，叫三个我，第一小我，第二大我，第三叫无我。很多人拼命的为了赚钱，为了自己赚钱，我今天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吃饭，我说你很牛逼。一年赚个3-50万啊，对不对？他说对啊，赚了3-50万，但是你还是乘以一呀、啊，还是一个人在为一个人，还是为了小我，还是为了自己在赚钱，对不对？他说对呀、啊。那哥们儿，我说你在煤炭公司上财务，你还是赚钱乘以一，还是为了你自己，还叫小我，对不对？他说对呀、啊。我说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做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还是乘以一，为了你自己。其实真正赚钱的秘诀是真正炸弹，真正的赚钱是你真正的帮助了多少人。经过我其实这么多年很多的经验的总结，其实你帮助别人多赚一个这个其实真正的收入或者现金利润增加等于收入增加减去成本的减少。我帮助别人减轻120万的这个花120万少花120万，那到无形中收入就口袋多了120万嘛，对不对？利润等于收入的增加减去成本的减少，就这么简单，成本一减少利润就增加了嘛。本来是保修两万块钱的成本，但是现在只需要5000，那不是减低15000乘以100，
那不是150万吗？我帮助那哥们儿少花了120万，无形中他收入不是现金不是多了120万？其实我帮他120万，其实他应该付12万给我，对不对？其实我说随心意吧，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没必要这个啥，我说超高价不定价，随心意 ，OK。我认为2-3万块钱很轻松，是因为都很舒服，因为我考虑到我们后期更长远的一些东西。OK， 我个人已经脱离了，如果一个人不能突破钱对你大脑的限制，这个人终身将无法创新，是因为钱在中国是最大的思维限制。如果我们无法突破钱对大脑的限制，我们将无法创新。OK，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突破钱对大脑的限制，我们这辈子将无法进行创新。OK， 我希望大家听懂。如果我们无法突破钱对大脑的限制，我们将无法创新。所有一些的竞争，我认为是来自于创新。创新只是一个术，我认为背后是那个道，道是那个发心。所以这个真正的赚钱是这样的，真正的赚钱我们已经快结束了啊。真正的赚钱是这个。其实我现在在想，我纠正我这我今天这个主题应该叫做这个人生的意义，或者叫活着的价值。其实我们人或者这个事，其实人形也好，人形的话就是发心，就是第一帮助屌丝啊，第二我个人花了133万，我花了8年8个月时间。但是如果我能帮助100个人，其实我跟社会节省了成本，省了1.33亿，我给社会贡献了很多的价值，对不对？所以这个从社会的整体的这种利这个成本增加，这个现金增加等于收入增加减利润成本减少的情况下，我帮助100个人，我帮助1000个人，我�帮助10000人，我想帮助10亿人，你们信吗？所以到这个，但是我一个人能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双引号，所以我感召了很多人，我忽悠了很多人，我们一起来共同实现我的梦想，是因为这是大家的梦想，中国人人人行行行行，这是大家的梦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我一个人能力真的很有限，我在3个月做13个策划，我一年能不能做30个策划，但是我能力确实有限，因为我精力有限，我们人最大的成本是时间成本，没有时间，没有更多的时间，所以到这个我们必须要真正的帮助更多的人。其实这个世界上真正赚钱秘诀是你到底帮助了多少人，这叫模糊语言、清晰语言。你到底帮助了多少人，赚了多少钱？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啊，我的结论是，如果你帮助别人多赚100万，行老大，我打50万给你，那是扯鸡巴蛋，我看那不可能的，我从来也没有收到过50万，所以到这个多赚100万。行老大，我打个20万给你，我这是靠谱的。行老大，我多赚100万，我打10万给你，我认为10万是非常 OK 的。克亚肖铁律有一点，就帮别人创造10倍的利润，分1倍的价值回来，我认为都是 OK 的。所以这是个规律，是个铁律。你帮别人多赚10，你分1 ，OK， 多赚50万，你分个5万块钱，所有人心里都很舒服。你要不相信，今天中午，那个谁，那个人，人人粥，认识人人粥，人人脑袋里边一锅粥 ，OK。说到这个，我希望我的意思要刺激他，用语言来刺激对方，刺激完之后他变得很精短就很好。说到这个，其实的话，这个就是说，真正赚钱是你到底清晰的帮助了多少人，赚了多少钱。我希望真正帮助了多少人，其实你的收益能够算出来。你真正帮助了100个人，每人赚取了30万的净利润，每人。他们人性愿意为了正能量感恩去付出的情况，付出10%的情况下，100人乘以30万，3000万，3000万乘以你这个3000万乘以这个10%是300万，你就赚了300万。其实很简单，但是你可不要天天盯着那300万，你要盯着那100个人，那个没帮助他们赚了30万，他们内心很感动，很感激你。说到这个，你帮助了1000个人，每人赚了30万，三十万的情况下，这个那就是3个亿，3个亿你就赚了3000万。但是你不要直线取中求，你不要天天盯着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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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盯着帮助别人。其实你帮助别人的情况下，其实别人成长了，别人感激你，另外能量循环给你，你自己的这种回报会比你单一的天天这种直线，很多人就直线思维，你又不能曲线一下吗？三合一是个非常灵动的，这种非常变动，比如说人性愿意为了正能量感恩去付出，这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东西。所以的话，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我给大家讲了很多。我们一定就是说这个，你看赚大钱靠股权，也就是说我们分散了很多份我们的风险。其实我们真的赚钱是帮助了 N 多人，连啥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但是突破自己是需要时间，需要体验感，需要一切的一切。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人人行的平台的情况下，第一就是我们帮助屌丝，屌丝没有钱，
谋所谓啊，这个就学营销、学商业、学股权就可以了。然后这个今天的话，这个啊，其实我内心啊情绪波动很大，是因为我见到我的兄弟们，因为他们十年前没有做规划，然后这个现在就很悲催啊。一个国家政策调整完之后，300万亿业务没有了，一个这个啥这个变动之后，哎，这哥们儿突然失业了，开始给我肩并肩做西宁市场了。所以说这个，我说分一半钱给你吧，明天你开车过来，那我的车都不用开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神奇，这个啊，这我真的想讲这个啊，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句话的原创是刘老大，原创是凯老师，原创是中国的这个某些这个啥，这个很神奇，这句话非常非常神奇。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几点了，我讲了38分钟。说到这个，我这个38嘴比较能讲一点。OK， 我是人形的小弟，也是人形老大，啊，我是行行行，认识行行行，行行一定行。My English name is OK, OK and OK, and my hometown is 中中中。I love everybody here。其实每天大家不论怎么样，大家都要坚持进行分享，是因为越分享越成长。其实如果你今天不分享，这个能量场就过了，明天就是新的一天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一般很少熬夜，但是，我自从开始创业以后，自从开始这个做人形。大概一年时间了嘛，所以这个，我个人的很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苍老了很多，所以的话这个，也成熟了很多，但是那颗发心永远不会变。OK， 然后这个最后啊，有请稳哥讲两句，我们就休息好吗 ？OK， 太棒了，稍等一下啊 ，OK， 稳哥跑哪儿了啊？OK， 这个稳哥，大家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已经11点半了，不好意思啊，这个今天我稍微有点晚了，是因为，啊，几个兄弟们非要在一起聊啊聊啊聊啊聊 ，OK， 我有请稳哥讲两句好吗？太棒了！中国人，人人行，行行行。行行是一位非常牛啊，非常牛的一位营销大师，而且还是一个股权大师，是一个商业模式设计的大师啊。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两个关键词，第一是创新，第二是坚持再坚持啊。我觉得他这两点做得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创新加坚持，我觉得他创造了很多很多的奇迹，太棒了！我会一直关注他，一直跟随他。我觉得我们中国在当下最需要这样的正能量的年轻人，来实现我们习大大说的中国梦，好吗？太棒了！其实中国梦是我们每个人的梦，中国梦就是行行行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来一起实现一个梦想，好不好？太棒了！我是你们的稳哥秦一文，加油！太棒了，加油！越分享越成长，我逼迫我自己每天成长一点点，你们懂我意思吗？所以我希望各位老大们加油。